嫂子，慧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找你聊聊。好啊，坐。你从哪来的？我是想找你商量商量。我想离开建伟，下海经商，你看行吗？王娟的意思呢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没跟他正面提。我就想听听你的意思。你有点犹豫啊？你自己怎么想的？我，反正别让我在机关单位再待着，我是实在待不下去，一天都不想待了。我想先提前留职。你看啊，我考研的时候第一次没考上。我想考第二次，当时其实我压力挺大的。后来我就想，大不了就不要工作了，所以我就打了一个全脱产的报告，但是考上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人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断自己的后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想清楚了，你就下定决心去干。不管成与不成，反正以后不会后悔。你觉得呢？此事报告，辞去公职，自谋职业。张卫平。党委上个星期开的会，严科长今年就退了。考虑到干部的年轻化，党委准备提你为科长。谢谢领导信任。你想下海吗？好多人都呛着了。我知道，好多人呛着了。大不了枪死。这样吧，这个报告先放我这儿，你回去考虑两天，然后给我回话。不用了，我就这么定了。你会后悔的。我留在这会后悔的。大姐问你哈，你这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走啊？啊！我听小道消息，党委呀要替你当科长啊！啊，我听马处长说了。你都知道，你还要走啊？这二十几岁当科长，条件多好啊！你以后啊就是处长和局长的接班人。不了，这处长和局长的位置啊，我让给大家。啊，我是赶不上了。不，
怎么的呀？咱得办个停薪留职，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谢谢大家这些年对我的关照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再见。张老师，你要走啊？啊，小文，好好干。这我真不明白，你说中什么邪了？就是怎么想的？你说这又喝了。就喝了一点儿，真的，满嘴酒气。听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家宝贝说，我挣钱太少。去。真的？什么呀？他跟我说了，他说我得做大老板，多挣钱，他怕我以后养不起你和他，所以我今天就成立了一家装修公司。张卫平，别动气，等孩子出来，你怎么收拾我都行。有你这样吗，张卫平？让我背着你开公司，让我背着你开公司。哎呀，没事，疼死我了！哎呀。哎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没事吧？讨厌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要干砸了？张宇，哎，张总，哎，就这颜色啊，好嘞，定了。怎么样？你抱他干嘛呀？哭老帽了吧你？啊，没看人那香港电影里边，警署里都供着关老爷子，这开公司就得让关老爷子给你保驾护航，大刀片儿唰唰唰唰唰，给你招财进宝，怎么样？你他妈什么时候信这个了？你甭管信不信的，先供着总没什么坏处吧？来，快找个地儿供上。哎，就这吧，就这吧。上上上，好好，来，来，关老爷子，嘿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是不是天天得敬香什么的？那就看你心诚不诚。关老爷子，哎呀，多保佑我哥们儿平平安安的，多挣钱啊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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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！哈哈哈！徐大夫，您看行不行？请您签字。可以。林亚玲。住院部来电话了，说周医生休产假了，现在人手不够，你到住院部去帮个忙吧。哦，那我什么时候去？现在就去。啊，好，徐大夫，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卫生厅王副厅长大人李兰同志决定在我院住院治疗，这是王副厅长对我院的信任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院领导决定成立一个医疗小组，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。医疗小组由贺院长亲自挂帅。下面请贺院长根据李兰同志的病情谈一下治疗方案。李兰同志的病情呢是这样的。谢谢谢谢，这两天病情稳定多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嗯，你好。你好。您是王副厅长吧？
啊，是。啊，你好，我是来给病人查房的。哦，查吧。陆然，大夫来查房了。你好，阿姨，我来给您号号脉。阿姨，那我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哎，来，我晚上再来看你啊。别来了，别来了。哎呦，爸，魏平你来了啊！我还有个会，我先去了。来，您忙吧 啊。好。妈，魏平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听王娟说，我住院了。哎，妈妈，你别起来，别起来。娟儿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本来想带着她一起来看你，可她这两天反应挺大的。她保胎要紧，快别让她来啊！妈，您别着急，过两天等她反应小点，我带她再来看你。魏平啊，娟儿能找着你这样的对象啊，我真高兴啊。他呀，一小就没像人家那样得到母亲的照顾，竟照顾我呢。你要好好的待他啊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会的。我今天呀，不上班了，就陪你，啊。哎呀，有水吗？所长，魏平回来了。嗯，哦，回来了。爸，屋里说话去。听说你辞职了？嗯。哦，成立公司，当了个经理。那经理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啊？没级别。好好的机关工作不干，成立公司，是不是看着别人当经理，你坐不住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机关单位不适合我，我想找一份自己愿意干的事儿。事先不和我打招呼，是不是觉着我老了不中用了？不是，您现在是军区司令，工作忙。我怕分你心。你少来这套。爸，我想干出点名堂，再向您汇报。魏平啊，这么多年，我没帮助你什么。现在你都是做父亲了。自己的路，你自己选。只要你觉着选的对，干的有劲儿，干的痛快，那你就放开手脚去干去。可有一条你要记住：你是我的儿子，军人的儿子，只能干好，不能失败，只能打胜仗。嗯。忙你的去吧，照顾好王娟儿。哎，记着啊，
时间，抽空回来看看你妈。是。爸，我妈不在家吗？值班呢。爸，那我先走了。十五天能不能拿下来啊？没问题，张总，你放心吧。别给我吹啊！没问题。张哥，哎，有点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咱们贴瓷砖的水泥标号太低，是吗？对，根据合同，大厦外立院要求贴瓷砖，咱们贴瓷砖的水泥标号太低，这样的话，不出半年，这些瓷砖全都得掉。应该多少啊？425。咱们用的呢？你看，连325都不到。还有，你看，带上连厂家标识标号什么都没有，我估计这都非政府厂家生产的。这水泥谁进的啊？张总，我进的。哪儿进的？这托朋友通过关系买的。怎么厂家呀？这是一家乡镇企业水泥厂的。你知道不知道这贴外墙瓷砖的水泥标号应该是多少？张总，这水泥便宜啊，比商店便宜1/3呢。净多少？15吨的。全部给我退。咋退呀、一切损失我们承担，必须进四二五，啊，好吧，好好，哎呀，好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允许你犯一次错，如果你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，立马给我滚蛋，把这些瓷砖都给我接下来。张总，这外墙面都贴200多平米了，就是贴2000平米，你给我接下来，你想什么呢？好吧，张哥，损失太大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张。我学的是这个，这点事儿再看不出来，我也别混了。帮着盯着啊，李兰，我让饭店煲了点汤。不是说不来了吗？下午2:30才开会。还有1个多小时呢，那你不会躺着歇会儿？这有医生护士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那个小李医生对我特别的好，再好还能有我好？来，喝一点汤。啊，副厅长。啊，张主任不在吗？哦，他没在，今天有事儿请假了，我替他当班。哦，好。小李，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啊，我是中医学院毕业。这么说，我们还是校友呢。是吗？我在那里进过修啊。不过我是工农兵大学生。哎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嗯。您今天气色好多了，小李医生啊，我真是太感谢你了。看你说的，这都是我该做的呀。你多大了？我比王娟小1岁。你认识我家女儿？我跟王娟是战友，我能有这份工作，还是当时求王娟，请王副厅长帮的忙呢。哎呀。咱们还真有缘分呐。是阿姨，您好福气，王副厅长对您多好啊。是啊，他心细体贴人，我睡不着觉，他能成宿成宿的陪着我。你说我要是提出来想吃点什么，他能跑遍全城也能给我买回来。阿姨，您真的是有福气，我们都羡慕你。是啊，我能摊上这么一个丈夫，我实在是知足啊。哎，对了，阿姨，您刚才说您晚上睡不着觉。哎呀，何止是睡不好啊，
那就是痛苦。一宿一宿的熬到天亮啊。要不这样，我给您针灸试试。好啊。这样，我先问问主治医生，他要是同意，我马上把针拿过来。哎，行行。太好了，那您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大哥，你可都看见了，这刚盖完的大厦全体都裂了。你不达标，沙子有问题，能不裂吗？这安全隐患这么多，咱这合同还签了。你说呢？签，签咱就死定了。还有这浴管钢筋也太细，下水管都是裂的。张宇，你干嘛那么轴啊你？啊，你就是管装修嘛，完事拿钱走人。那工程质量问题由验收单位负责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他妈不能明知道工程质量有问题，还昧着良心挣这钱吗？行了，兄弟，别他妈嘴硬了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啊，我跟人都打过招呼了，人同意给你那承包费再多加两成，这么一来你至少能多挣100万，知道吗？这钱太他妈烫手，我怕烧着，我拿不了。那我跟你明说了吧，啊，这活是我一哥们儿承包的，啊，他也是一干部子弟，路子野得很。兄弟，你钢筋伤癌你不知道，这里啊水深着呢，而且他妈也很浑，不是那么好烫的。他的后台那么硬，你别给他着急了。呛谁呢？我他妈吓大的呀，我偏不信这个邪，我宁可淹死也不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张宇，兄弟，我可都是为了你好，该说的我可都说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你。张主任，厅长，你们那位小李大夫上哪儿去了？这个他去门诊了。他不在住院部工作？他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？他是临时帮忙的。我老伴儿是常年睡眠不好，他说小李大夫的那个针灸技术非常好，而且效果不错，一扎就能够睡得着。李亚玲，你再回住院部吧。啊？是院长决定的，去吧。我们家宝贝呢？出来了。我知道出来了。我说过吧，他老爸当了老板，他肯定出来。男女的？是丫头。真的？嗯。长像谁啊？像你跟老头似的。肯定像你，肯定像你。哎，在哪儿呢？一人室呢。你干嘛去？我去看我们家宝宝呀。没到时间呢。这还规定时间啊？这什么规定啊？让我们家娟儿受苦了。可是我很喜欢。娟儿，嗯，我向你请半个小时假。干嘛？我去给你转鸡汤。我给你一个小时，要两份，你吃一份。阿姨，这样有感觉吗？有，
哎，麻酥酥的。小李医生啊，你的技术可真好。哎，你过奖了。哎呀，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姑娘该有多好啊。看您说的。对了，怎么一直没看到王娇过来啊？她还没出满月呢，这医院里的空气又不好，我没让她来。对了，王厅长他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有什么事儿您千万别见外，您就叫我，把我当成您自己亲闺女。好孩子，那感情好。说的严实啊！哎，老方啊，哎，敢不敢再杀一盘？你杀你是臭棋篓子啊！哎。下午啊，三盘两胜，那你等着投降吧。哎，小李，小李，老方，老方，哎，老方，你怎么了？小李，小李，慢点，你怎么了，老方？没事啊，哎，轻点。哎，小李，哎呀，赶快给医院打电话啊！慢点，请进。张司令也在。好的。是不是？老方检查出什么问题来了？小孙啊，你也是搞医的，我们就不向你隐瞒了。医院确诊，老方患的是胰腺癌。不，不可能，老方从来不生病的。我们已经请专家会诊过了，看看这个吧。小孙，你要挺住，我们会请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药物全力进行治疗。暂时就不要告诉老方了啊。为了怕方部长多心，我们准备过几天先让他出院，然后每周两次到医院来接受治疗，这样也可以缓解一下心理的压力。嗯，小孙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，我们尽量解决。我现在身边没人，我希望调一个孩子回来帮我一把。你看调谁合适？那就方伟呗，她是搞医的，又是一个女孩子。王副厅长，情况是这样的，由于病人肺部肿大，导致压迫心脏，引起了心脏衰竭。你们已经尽力了，辛苦了，让我们夫妻两个再说说话吧。好。小李，小张。蓝，
魏平，你妈走了，我带着孩子来看你。 你又来接方伟啊？啊，我们先走了，刘参谋再见。刘参谋再见。再见啊，双林，等半天了吧？啊，双林，啊，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爸病了，哎，她打算让咱俩调回军区工作去，调令可能这几天就下来吧。真的？ 哎，咱们俩真的能调回军区去？你怎么了？你看给你激动的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没想到啊。看来我爸这次啊病得不轻啊。啊，你放心啊，只要咱们俩真的能调回军区去，我肯定全力以赴帮你照顾好你爸。哎，你看看，哎。 哎呀，你哥这马大款送的这玩意儿啊，真好，还双卡呢啊！熊妹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我妹妹交给你了。可有一点你要记住啊，你必须好好带，否则的话，我马政委可不客气。行了，别害怕，好好过日子吧。马头，你放心吧。来，来看看这个。 呀，这是我姐的，来，哟，是什么东西？真漂亮！念朝弟在你们新婚大喜的时刻，我们有厚重的礼物送给你。这次寄来的婚纱，是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特意为马飞俩挑选的。今天把它作为贺喜的礼物送给他，想象着小马尾巴在新婚之夜穿上它，一定非常漂亮，更加清楚。 妈，爸，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休假。爸，我们调回军区了，我调到军区司令部，小伟调到军区总医院。调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是因为……哎，小伟，你们坐，上林。啊，坐坐坐。站着，坐坐。坐下。我去给你们冲茶啊。哎，爸，嗯，你听我说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们师里啊。 要精简整编了，所以呢，人员要重新调整，这还有两个名额，我们师领导啊就征求了一下我们俩的意见，我们就同意了。这个属于是部队内部正常交流调动，啊，来来来，喝水啊，正常调动就好。嗯，爸，小伟，我们是属于正常调动。哦，小刘啊，坐坐坐吧，在军区工作。 和野战部队不一样，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啊，是，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向领导上提出任何特殊要求。是，爸，你看你，你就放心吧，啊。好好好。
美国在七八年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通讯系统。美军的 M 型坦克采用最先进的通讯系统计算机。同志们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战争形态正在出现。美国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。 以计算机网络攻击夺取信息优势，进而在21世纪继续保持军事优势。信息战的本质在于通过夺取这信息权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是通过正面的军事对抗，通过摧毁敌军的通讯设备，比如说电话、电报啊。 你好，我叫刘双林，请问作战部在哪儿？从这上头我管。谢谢。 坐在那天地墙上，一边边怀想，也是我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是外国主战场，脚步声轻轻，踩着木屋中。哇！哎，哟，这么干净啊！你表现不错呀，啊！ 那当然了，我们两个一星期才能见上一次面，我得把房间布置的好好的，迎接你。哎，你在通讯连身体怎么样？嗯，不怎么样。你怎么不舒服了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你跟我说。哎。 你傻瓜，还能怎么样？我想你了呗。哎，肚子饿不饿？饿了，我想吃饺子。好，那我们一块儿去做吧。嗯。啊、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饺子？程天朝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？ cos， 那么夸张吧？下饺子了。嗯。哟，锅都开了。我算得准吧？嗯。来，我来吧。哦，对了，念成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这个师要整改制的撤编了。我们部队这一星期就在议论这件事情。这个师是个历史特别悠久的师。 出了好多的战斗英雄，这么说没就没了，也挺可惜的。哎，还是要服从大局需要啊。今年要裁军几十万呢。念成，要是你们部队真的解散了，你打算去哪儿？那我就去别的部队。我是不会离开部队的。你呢？ 我跟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可真是一个马尾巴。
哎，娘，妈，你起来了。楼上不用拖了，老方昨天晚上失眠，现在还睡着呢。哦，别把他吵醒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啊，要不你把院子扫扫吧。哎。张哥，快看今天报纸吧。嗯，怎么了？有什么消息啊？登录我们的事儿啊。哦，对了，听说电视台也今天也要报。有吗？现在？我今天啊，好不容易谈了一家客户，什么什么谈的都很好，就是我说我是大腾公司的，二话没说，把我给推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？说什么我们公司靠不住？靠不住？什么靠不住？质量靠不住？不是，说我们为了自己出名，打击别人，抬高自己。打击谁了？我打击的是那些假冒伪劣糊弄老百姓的承包商，错了吗？还有呢，说我们自己为了出名，踩着别人的脖子往上爬，放他妈屁！我往哪爬了？我现在到处是被人扣屎盆子，谁踩谁呀？现在是？我们这都五个星期没接一份单子了，工商税务的罚单倒是好几张。行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小郑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张哥，我想请几天假。这个时候你就别请假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在宏宇建筑公司，他那活特多，想让我过去帮忙。我知道公司这个时候，我不应该走。小郑，去吧，这是好事儿啊。以后我这边发展好了，你还能回来吗？谢谢张哥。好好干，那我先走。娟儿给我打电话了，把你事儿也都说了，我早就劝过你，不听不听不听，吃亏了吧？我他妈真想不明白，我这么做是给别人争取权益，可我成了过街老鼠，那些坑害别人的承包商成了他们受害者，是非标准全他妈颠倒了。这商场的唯一标准就是利益啊，只要你挣个钱这就算成功，懂吗？那得看怎么挣这个钱，君子爱财取之还有道理。现在讲究君子爱财六亲不认，你懂不懂啊？你他妈没事儿吧？为了钱六亲不认，你真这么想啊？行了，甭跟个愤青似的愤世嫉俗了啊！你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办，怎么解决你目前的这个困境。哎，他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甭他妈这嘴硬了啊！这么着吧，
过几天我出面，把那几位有影响的老总都请出来，大家坐一块吃顿饭。你呢，说几句软话，道个歉，把这事儿给结了算了。凭什么我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就他妈说几句软话，又费不了你多大劲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不会，没学过。那你那装修公司，你还想不想干上啊？不干，我宁可不要。哎，他一点都没变的这个。何叔啊，来我来来了，我来。哎呀，不用，你上楼啊！你嫂子在楼上等你呢。我嫂子是吧？哎，那我去了啊。什么呀，这是？你不在搞装修吗？建材和装修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搞基建，以后公共建筑、大型酒店都会大量的采用这种石料来装修。我在国外的时候啊，很多公共建筑和大型酒店都是用石料来装修的。我想，这将是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吧。我是外行，给你提个建议。嫂子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用石料做建筑材料，开发石料？嗯，石料主要就是花岗岩。那当然了，花岗岩质地坚硬，颜色漂亮，可选择的余地很大。然后呢，抗压、抗折、抗辐射。花岗岩可哪能开采到大量的花岗岩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前途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想一想，什么地方能够大量的开采花岗岩。妈，哎，丽萍，爸呢？你爸在厨房呢。什么事儿？老冯，爸，我想去放马沟开个采石场。嗯，你怎么产生这个念头了？嫂子给我看了些外国资料，说用石材装修是以后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，放马沟是个天然的采石场，到处都是花岗岩。嗯。好，这回你找对方向了，有地方使劲了，也该找着了。咋的？你真的要在这办厂？咱放马沟漫山遍野都是上好的花岗岩，您看行吗？你来办厂啊？那是给放马沟带来了脱贫致富的机遇，知道不？那乡亲们要知道了，还不知道咋感谢你好呢。是吧？哎，我张卫平在成长的关键的时候，是放马沟的乡亲们养育了我，是这块土地给了我信念和荣誉。我张卫平不能忘了这点。要反哺，要归入。好，好啊，小黄子。嗯。
慢点。哎呀，现在这身体啊不行了，以前早上起来还跑跑步，这现在这身体里的力气一下子都跑光了。爸，等您病好了我再陪您跑步。好，慢点啊，小心了。爸，要不上楼上歇会儿？行，在沙发上坐会儿啊。拿个毯子给他盖上。盖上啊。嗯。汤熬好了吗？熬好了。嗯。可别张扬了。爸，我和你盛汤去啊。哎呀，好。出去一趟啊，还挺累。哎呦，小刘啊，你这放了多少糖啊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爸爸血糖有点高，不能吃太甜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妈，下次注意啊。我来吧，洗手去。好好洗啊，擦点肥皂。哎。行吗？去吧，小心烫啊！爸，来，开饭。徐大夫，您看行不行？请您签字。你的电话。哦，喂，你好，哪位找我？王副厅长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有空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过去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小李啊，今天请你出来吃饭是为了好好的谢谢你。李兰同志生前也嘱咐过我，有了时间一定要请你，谢谢。您过奖了。那段时间也的确是让你们受累了。嗯，来吃菜，我今天点的菜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嗯，您太过奖了。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李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李兰同志这几十年了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安生的觉，是你的针灸技术让他最后总算是睡了几个好觉啊。李兰同志生前对你的工作非常的满意，他说人生能睡上几个好觉太幸福了，是你最后帮助了他，总算让他睡了几个好觉，你说我能不好好的谢谢你吗？嗯，
吃菜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别客气，来来来。吃嘛。嗯。贤礼啊，我看你最近好像又瘦了，是不是工作太忙，还是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？其实，我们医院对所有工农兵大学生，医生的处方权一律全都收回了。我现在给病人看病，开完了处方，得先经过别人，就是有处方权的医生签字，再给病人。一个医生连处方权都没有，还叫什么医生呢？吃菜。嗯，王副厅长，我这杯酒，代表我一直以来对您的敬意。好，我敬您，我先干了。我也干了。小李啊，人生啊，总会有些不如意的地方，啊，但我们还是要高兴起来，啊，吃菜吃菜，啊，来，不要客气，随便，啊，工农兵大学生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，医院里对他们要关心帮助，对他们是要有要求，但是不能够歧视。我们主要是为病人着想啊，工农兵大学生的医疗水平普遍偏低呀。是，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嘛。是。就说前一段时间参加住院部李兰同志医疗小组的那个小李医生，李亚玲，他的医疗水平也不错嘛。是。人又很用功。嗯。他的针灸技术确实是给病患们解决了很多痛苦啊！我听说他是工农兵大学生里出类拔萃的，是。但是我也听说他现在还没有个处方权，是不是不合适呢？你看咱老何同志，领导批评对，哎，都怪我们工作太教条。李亚玲的问题，我马上着手解决。另外，我希望咱们医院今后在管理上，亚玲姐吃饭去吧。啊呀，还这么多人呢，不看了啊，到点吃饭了，该吃饭去吧。你先去吧，我看完再去。啊，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真是个工作狂。先吃四口，明天差不多。哎，下一位。王副厅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李亚玲。哎，你是上次托了您的福，我现在已经有了处方权了，谢谢您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您吃饭。啊，不不不，不客气。是，您要没时间，我到您家给您做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好，行。啊，再啊，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哎呀，小李同志你来了，欢迎欢迎。王副厅长你好。你好，来，请进请进。
您家这么大，我到党校去学习的时候，王娟和魏平他们为了改变一下我这个心情啊，这不，他们给换了几样家具。哦，对了，厨房在哪儿？哦，在这边。来，今天我来给你打下手啊。 不用您打下手，演的怎么好意思？哎呀，不用，厨房是女人的事儿，做饭也是女人的事儿，不用您。哎呀，你也不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。我知道，您啊，就去休息吧。对了，好好好，那真是不好意思喽。谢谢，辛苦你呀。 好吃，尝尝啊！嗯，这个也好吃。哎，这家里面有个能干的女人，这日子过起来确实是不一样。其实您啊，好，谢谢。您应该再找一个能够照顾您的女人。嗨，我都什么岁数了，人其实到了老了。 才更需要伴儿，您心地那么善良，条件又这么好，您想找什么样的都能找得到啊。小李啊，你还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。其实，我觉得您可以让王娟回来陪您住啊。他们有了自己的家了，孩子呢又小，魏平公司里头特别忙。我跟娟儿说了。 把他们自己的小家照顾好就行了，啊，不说了，干。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您尝尝这个。好。其实啊。 过去我做菜做的也不错的。小李啊，别忙了，来看电视了。哎，来，忙完了。这个。 是我们院长让我交给您的，他听说咱们厅里来了两套先进的医疗设备，希望您给我们医院留一套。你们院长为什么他不自己来找我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怕您不给批吧。 喝点茶水。小李啊，嗯，以后工作上的事情，你不要管。算了，既然你已经答应了，这次。 我就签了。小李啊，你今天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 您误会了，其实院长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说我一定会办成，我只是说我试试。再说，我是觉得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我也不知道应该为您做点什么，只是觉得您现在一个人生活，我给您亲手做一顿饭吃。王副厅长。
其实，您不知道，我一直很相信您，也从心底里感谢你。为了刘成，我失去了我最爱的男人。刘了成也结了婚，还当上了医生。可是我失去了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机会。您可能能够理解，一个医生失去了处方权的滋味。可是我经营的人生，我心里的话，能跟谁说？这种字，我连我父亲都没有说。夏姐，我并没有责备你。不哭了。娟儿，你回来了。娟儿，娟儿，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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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娟儿，不是像你想的那样。你还解释什么呀？你竟然勾引我父亲，下贱无耻！娟儿，不许无礼！如果李亚玲没有婚姻，我马上就娶她。没睡啊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有个病人加班。喝酒了吧？晚上你睡里跟我说。
这两天越忙，我先住到宿舍里不回来了，一个人也别饿着。不走了，我走了。抽烟呢你？我都已经好几天没在家里抽烟了。爸病着呢，屋里都铺满有烟味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赶紧掐了。哎，我说你掐不掐呀你？去找去，去找。躲窝谁在院子里？小刘是你吗？你干嘛呀？洗脚。哎，卫生间就在门口，你干嘛上屋里洗了呀你？我从小就在炕头洗，参军的这个习惯也没改。你就让我舒服舒服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舒服啊！哎，小伟啊，咱爸跟司令部的人熟不熟啊？干嘛呀？我想让你爸跟上面说上句话，申请要套房子。你要房子干嘛呀？啊？住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搬回来就是为了照顾我爸，你还想搬出去啊？那申请套房子也不妨碍照顾你爸。胜林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死了这心吧。我爸是绝对不会为子女的事走后门的。你爸这人还真挺难琢磨的。哎，我是说呀，我就没见过你爸这么死板的人。你这什么话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光我爸，我爸那些同事，那些叔叔，那些伯伯，你见过的呀，他们全这样。那你说当高干子弟还有啥意思啊？
刘双林，你要是觉得当高干子弟就是图父母给自己开个后门，那你就错了。什么觉悟？喂，啊，哦，哦哦，好，哦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双林，双林，双林，刘双林，你，警局警官，哎，干嘛呀？你一惊一乍的。电话来找你，说大门外边有你们家亲戚在那等着呢。晚了还来啊？赶紧去呀！配上点衣服啊。你这是老苏，别看了。哎，谁找我呀？哎，老苏，老苏，老苏，来来来，你们是？我是大狗啊。我是二娃，刘石头家的。哈，二娃呀，那你们是坐的哪趟车呀？咋这时候才来呀？哎呀，火车误点了，我们两个下了车走着过来的。大狗说他认道，结果摸错了方向，跑西城去了。到了那儿才知道，军区在东城，我们在城里，找了一大圈才找到这儿。从火车站到这儿有班车坐，我们两个没带钱。不，你们出门咋不带钱呢？俺爹说了，不用带钱，只要找到老苏就行。说你是首长，有钱。这任务挺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好。进来吧，来。赶紧歇会儿吧，都累了。不累。你俩也想到城里来打工啊？那城里的活不好干。我们是来当兵的。当兵？对呀，我们两个都想当兵，想像老叔一样当兵提干，留在城里。俺爹还让我们将来和老叔一样，找娶个城里媳妇儿。那现在也不是招兵的时候啊。那这样吧，等到招兵的时候啊，我一准通知你们啊，老叔给你们想办法。老叔，那到时候你可一定得通知我们呢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今天晚上呢，你们就先在这睡一宿，明天一大早啊，我把车票买了给你们送过来。啊，哎，老叔，还有啥事儿？我饿了，我们到现在一直没吃晚饭了。走，马叔带你们吃面条去。哎，走走走。
双林，双林醒醒，别睡了。哎，我问你，这里边的钱你是不是又拿了？你说现在咱们在我父母这儿住着，吃住都不花钱，那以后咱们自己过日子，这工资不到十天就给花完了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小刘，你过来一下。妈，嗯，你起来了。啊、嗯，昨天晚上那么晚还有人来找你，都什么人呢？嗯，村里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来办点事，结果他火车给误了。你爸爸身体不好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昨天晚上电话铃一响，就把他给吵醒了，他一晚上都没有睡。把你和小伟调回来，主要就是照顾他的身体。以后你注意点啊！哎，你看你刚才下楼，噔噔噔噔的，就不能小点声？妈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这些人也真不懂规矩。